来请收看慈悲心法语。了解永恒真理的人，就不会为任何的生死离别而哀伤悲泣，因为生死离别是必然的。别人可以违背因果，别人可以害我们、打我们、诽谤我们，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净的心？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理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无论乐与苦，或爱与恨，都是你重要的老师，他们是解脱的根源。如果我们希求此生拥有世俗的成功和安乐，不想遭逢困境，真正的解决之道就是进账集资。我们通常都漫不经心地吃，味道迅速地来去，当食物还在嘴里时，因为
对味觉的欲望和贪爱，所以伸手再截取更多。通常我们都无知整个发生的过程。四心不如那么真，永远不要让恶口出自于我们的口中，不管有多坏有多恶，就打怕没那让人，你越骂他，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你要想，他就是你的善知识。不清楚夜晚的黑暗，就不知道烛光的珍贵。当房子一团乱时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，并起身打扫与清洗。但是心暗淡与抑郁时，我们却看不到，还埋怨悲惨的处境。如果有人说话刺伤了我们，我们只要如实觉知即可。文的核心是思，思的核心是修。
随着你越来越深入教法的意义，佛法不可思议的功德将变得更加清晰。如同你飞得越高，太阳就显得更加明亮灿烂。有疑惑者与没有疑惑者之间，没有什么好争的。佛教中的功德，是断一切恶，恶法断除后，就不再有任何压力。压力消除后，心就会安定下来。安定的心是清净明亮的，不会夹杂嗔念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不需要事事都要求完美，重点在于看破并放下世间的假象，以获得解脱。许多修行很久的学子并没有真正获益，真正的原因是学子由于缺乏真实的愿力和虔诚。
以致不够清净，而无法获得圆满的加持，带来真正的正果。我们修行佛法最主要的目的，即是要获得了悟，展开佛性，这也是佛陀最大的愿力。开悟成佛，是了悟到我们从不曾消失且本来具足的佛性。除了了悟我们内在的佛性外，其他并没有所有称之为成就的东西。就在当下，你得以接触到生命中所有的美好、安详、喜悦、解脱、佛性、涅槃。这一切只能在当下发现，快乐只存在于当下，我们能真正感受到当下最美好。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坏的，只是习气难改。每个人都有习气，只是深浅不同。
菩萨阿弥陀佛。最近世界上各个角落，包括我们台湾，各位都看到这么多的天灾人祸，甚至有很多人忧郁症乃至自杀。为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心，贪心嗔心所造的恶业，特别是杀生的恶业。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要有责任，佛教讲缘起法都有关系。所以希望各位最近多吃素，不要吃肉，多念佛，以慈悲心去做各种的修行，多放生，多施食超度，来回向整个世界，这个才是慈悲的责任。阿弥陀佛。慈悲仁爱能成就一切善行德业，戒杀吃素能化解世间刀兵疾疫。中华护生协会慈悲的道路与您一同前行。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停水时记得关闭抽水马达，以免空转。储水容器记得加盖，但不要放超过3天哦。洗澡加快速度，减少用量。妹妹，欢迎哦。洗澡水也可以再利用哦。要洗的东西尽量集中一次洗。饮用水记得煮沸，注意卫生。喝多少就装多少，珍惜每一滴水。养成节水习惯，我们一起省多一点，用久一点。车祸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：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，汽车尚能行驶，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。一、全程注意安全。二、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放置车辆故障标志。三、拍摄全景，记录车辆终止位置，以标线为参考基准，将周边固定设施如标志、号志等一并摄入。四、拍摄碰撞点、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。五、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，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。人没事，车能动，自行拍照，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。人的业障重，应该如何消除啊？我想这个是佛法的问题了啊。要消业障，要具足四种力量。第一个，要有改正过失的力量，要惭愧心，知道错了啊。第二个，要依止的力量，就要依止三宝的力量，哎，内心要依止你的菩提心。第三个，要有决定的力量，就是不要再犯啊，那些不好的事情，比如说吃肉啊、杀生啊、邪淫啊，啊，你现在身体不好了，那你要决定不吃肉，啊，不杀生。对治的力量，第四个就是多点灯、多放生、做好事、诵经这些，那这样就可以消除业障啊。包括各位在念往生咒、念百字明咒，这些都是。所以我们还是要背下来，改过力。第二个依止力，第三个决定力，第四个对治力，啊，就是这样去消除业障啊。不过站在大乘佛教，业障的本体也是空性啊。如果多思维空性，然后你就会很快的超越业障。还有大乘法佛法跟说，发菩提心如大阳光一样，你的业障像雪山这么高，这个太阳光都可以把雪给融化掉啊。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发真发菩提心，在日常生活里面那就消业障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多做好事啊，你一直做好事，业障就在你后面跟不上你，你一停下来，业障就跑到前面啊。所以我们叫愿力跟业力，看哪一个大啊。你愿力很大，然后这业障就可以消除掉啊，不要停下来啊。所以一停下来，我想要休息休息，哦，业障就来找你了啊。所以
大乘佛教讲的业障不是你个人的，只要这个世间有人在受苦，那都是你的责任，那才叫业障。所以你要快速成佛，要发菩提心，要精进啊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Thank you.